好多小可爱都问我，屠夫森林到底怎么样才能成为 BOSS？ 快看，每次游戏开始的时候 ，BOSS 都是别人，而我们自己很难成为 BOSS。快看，这次的 BOSS 是玛丽，我们要赶紧去躲起来。哎，我们就变成这个石棺吧。快看，我们变成了石棺，然后要去找一个隐蔽的地方躲起来。你们是不是很好奇，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成为 BOSS 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只要我们完成三局游戏，不被 BOSS 给抓住，我们就能成为 BOSS 了。等你游戏再开始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成为 BOSS。 来来来，我们就躲在这里，快看快看，他开始找了，我们千万不能被他给抓住，如果被他抓住的话，我们就再也没有机会成为 BOSS 了。快看，他在那边找，他没有过来，现在我们还是安全的，不过我们还是不能大意。哇，他又抓住一个，天哪，他过来了，不行，我们要使用蝙蝠。嘿嘿，我把你围住，我阻挠你的行动。啊，天哪，还有3秒钟。哇，他没有发现我。